可惜我是警察带队，来拉队，释放罪犯子胡说断肠。砧板枪炮不平安，持续守护生命平安。奉劝警方勇敢无惧，深入追，小犯罪踪迹，强度操怒出所，全力查这不容易当。另外一只手，董老看得到。来，女生离开，女生离开，女生离开，你离开。这边蹲着，这边蹲着。凶手极冲动，强度一网打尽，警方心情付出，守护城市安宁。攻坚警方勇敢无惧，深入追，敲犯罪踪迹，强度藏怒出所，全力查就不容易让。高雄是警察英雄，守护市民安宁，防止零容忍，警战力量坚定维护。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啊，因侦办枪炮案啊，分析资料啊，溯源查缉。得知刘贤勇枪自重，且持有大量毒品安非他命，影响社会治安及民众人身安全甚巨，遂与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二大队本局特勤中队霹雳小组共组专案小组，并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黄昭汉指挥侦办，积极深入查缉。专案小组历经多日跟监搜证，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拘票、前往嫌犯藏匿枪毒处所查缉，为发现刘贤躲藏在汽车旅馆，遂于汽车旅馆执行攻坚拘提，再带往藏匿枪毒处所实施搜索。那在查缉的过程中，因警方突袭攻坚时，刘贤尚在睡梦中，无法反抗，只能高举双手乖乖配合警方。那全案查缉后，依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毒品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